医先贤们在长期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又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医学的理论建设上有了质的飞跃。到秦汉时期，经过不断的总结，中医四大经典在这个时候成型了，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四大经典是什么呢？包括《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我们先介绍《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医学理论性典籍。《黄帝内经》这个书名首见于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方剂略》，但是《方剂略》提到汉代的时候，医经著作不止一种，而是有七种，分别是《黄帝内经》、还有《黄帝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旁篇》，但目前只有《黄帝内经》还保存于世。其实这个说法也有争议。现在我们说《黄帝内经》是《素问》和《灵枢》的合称，但是在《汉书》里面并没有提到《素问》和《灵枢》这两本书的名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他们不见得就是当时的《黄帝内经》。这些观点呢，我们这里不去探究了，暂时以现在公认的说法为准。也就是说，现行的《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本组成，两本书各有九卷，每卷九篇，共981，加起来162篇。其中有个别的篇章遗失了。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都是以皇帝发问、臣子作答的形式展开内容，所以叫《黄帝内经》。但是并不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是皇帝，至于它的具体作者，并不是某一个人。从书中内容分析可以知道，《黄帝内经》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笔，而是经过许多年代对许多医家的经验、心得和理论概括而成，凝结了众多的古代医者的智慧。至于什么时候成书的，说法也很多。目前看来，肯定要晚于马王堆出土医书的成书年代。多数的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到秦汉时期。另外，《素问》传到唐朝的时候呢，遗失了第七卷的九篇。唐代王宾在注释《素问》的时候，补充了《天元纪大论》等七篇，还缺两篇。宋朝以后呢，又补了两篇，附在书末，称之为《素问遗篇》。所有学习中医的人都要读《黄帝内经》，但实际上书里面基本没有提到方剂和药物，记载的针灸方法也都非常深奥，光读完这两本书不见得就会看病。那为什么还这么重要？因为它奠定了中医药的理论基础，学习各种治疗方法都需要先懂理论。那么从理论的角度，我们下面来概括一下《黄帝内经》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思想。首先，《黄帝内经》明确论述了中医药的特有思维。中医的特有思维特点包括天人相应整体观念，这在《黄帝内经》里面有反复的论述。内经认为，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自然界给予人类生存的必要的条件，所以它有一句名言：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什么是四时之法？指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也就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内经把它归纳成为生长化收藏这样的特点。人们为了增进健康、预防疾病呢，就要适应自然。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面专门讲到，人在四季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春天万物以荣，就是欣欣向荣，人呢应当应春气，轻松自然。这就是说，人要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合理的安排饮食起居、精神修养，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其次呢，《内经》确立了中医的人体观，人类既有物质性的身体，还有无形的精神内在，
在身体方面呢，《内经》确立了我们中医的基本概念，五脏、六腑、经脉、气血，详细的说明了它们的生理功能。比如说脏和腑，它们是藏在人体身体内部的，但是它们的功能可以反映在体表的五官、五华，还有脉象等等各个方面。所以中医从外表就能够判断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这些是中医的独特认识，跟现代医学很不一样。在精神方面，《内经》归纳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之说，并且指出七情对人体的健康有重要的影响。《内经》有一句名言，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精神安定平和，自然就会令身体动作很协调，那就不容易生病了。可见精神与身体是一个整体，当然人体的五脏六腑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与天地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这叫整体观念。第三，内经呢广泛地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是帮助我们中医归纳和总结自然与人体规律的一个哲学方法。阴阳从阴阳的原始含义出发，可以将人体不同的部位区分出阴阳来。内经是这么说的，人体背为阳，腹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疾病的时候呢，发热为阳，寒冷为阴。由于阴阳的性质不同，所以用寒性的药就能治疗热性的病，反过来也一样。五行学说呢，就是对五脏进行配属，比如心属火，肝为木，肺为金，脾为土，肾为水，用五行的特点来类比五脏的功能，非常的形象。同时五行还配属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我们看这张表，这也成为了说明人与外界相互影响的一种说理方式。第四呢，还有关于疾病的认识与治疗。内经里面说，一方面呢，人有自然衰老的一个规律，男性女性分别用8年和7年作为一个阶段，男性在58，女性在57之后呢，健康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出现疾病。另一方面呢，如果人在外不能够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就会感受风寒暑湿燥火这样的病邪，在内没有调节好情志和饮食，也会身体机能受损，这些就是生病的原因。所以内经首先强调我们要治未病，就是养生和预防，其次再去讨论各种疾病是怎么样治疗的，提出治疗原则。以上这些介绍呢，只是大概的归纳了内经的一些内容与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整个中医的核心思想，可见黄帝内经这本经典的重要性。我们对黄帝内经的介绍呢，就讲到这里。